Hey, this is Jean from Dongfang Hour. Welcome to part two of my interview series at the 2023 Paris Air Show. In this video, I have a chat with CAS Space, a commercial rocket company based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We talked about their launch vehicle family, reusability, suborbital space tourism, and other cool topics. Now, the discussion is mostly in Mandarin, but I have you covered with English subtitles. And if you're a Chinese viewer, well, apologies for my approximative Mandarin. Now let's get started. 你好，非常感谢你今天接受东方二的采访。能不能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哎，你好，我是我叫王野，然后是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然后其实加入中科宇航已经两年多了，目前在做空气动力学方面的工作。好的，那我们现在聊一下中科宇航的产品的火箭。好的，那我想先问的就是，国外去观察中国航天公司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 commercial space 就是商业航天公司和state-owned enterprises 国有企业去描述，那你觉得中科宇航它有这个中科院的背景？你觉得它是属于哪一种？我们是属于商业公司，我们中科院的背景是指的是我们公司的初创团队有一部分人员是来自于中科院，同时中科院也是我们的股东之一。但是我们的本质，我们是一家商业公司，我们是独立于中科院，我们具有完全的独立的决策权。 同时，我们进行一个市场化的运营，同其他的商业航天公司一起竞争。我们也是完全自负盈亏的这么一个运营模式。哦，所以其实你们现在跟中科院的关系，他们是投资者，对，可以这么理解。哦，然后他们同时也是客户，因为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载荷也是通过你们的火箭去发射的？是的，中科院有一些卫星可以通过我们的火箭来进行发射。好的，好的，那我们来聊一下中科宇航的火箭。 那我们观察中国宇航的火箭的时候，会发现真的有很多很多型号，就是猎鹰一号、一号甲、二号、三号、三号重型等等。那如果我们跟国外的，比如说 SpaceX 对比一下 ，SpaceX 很早期就放弃了这个猎鹰一号的火箭，然后现在主要是发射猎鹰九号。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科宇航打算研制那么多型号的火箭？这么多型号的火箭只是我们一个最初期的一个规划设想。 我们目前主要研制的火箭一共有两款，一款中科一号，一款利剑一号是一款固体的火箭，另一款利剑三号是款液体的火箭。这款利剑一号这款固体火箭，它的主要的优势就是发射的速度非常快，它所有的固体发动机包括所有的部件都是提前预制好的，它的发射速度包括响应速度都可以非常快，是一个模块化组装的火箭。利剑三号这款液体的火箭，它的优势在于它的运载能力更大。 好的，我临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火箭，你们打算从哪一个发射场发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有，我们目前是在酒泉发射，同时我们在广州有我们的生产制造中心，同时我们在海南文昌有一个商业航天发射工位，是正在建设中，预计明年可以投入使用，将来的话我们可以从广州生产，然后直接走海路运到海南文昌来进行发射。 那你说这个文昌发射是指的是利剑一号还是利剑三号？文昌主要发射的是利剑三号的液体的火箭，但同时我们的利剑一号也是具备海上发射的能力，同时可以机动的在不同的地区进行发射。那所以我了解到就是利剑一号、利剑三号为主，然后利剑二号的情况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利剑二号同样也是一款液体火箭，它是一款比较 比较小的液体火箭，它的运载能力有2.2吨，然后因为我们在国内外的竞争对手也有很多，我们所以我们决定直接将我们的工作重心放在利剑三号这款更大的液体火箭上面，它具有更大运载能力，目前是7.8吨，如果不回收的话，回收的话大概是6.1吨。嗯，好的，那就利剑一号已经投入使用了，那利剑一号 甲是一个有捆绑的这个助推器是吧？是的。好，这两个火箭就三号跟一号甲，大概是哪一年打算首飞？三号目前已经大概是在2025年进行首飞，目前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方案论证，已经转入了比较细节的工程研制阶段，大概是在2025年可以进行首飞。好的，那我们聊一下关于发动机的问题。 中科宇航它是有一个自主研发发动机的能力，据我了解，就是目前在研制轩辕一号跟轩辕二号，但是同时两个月前我们观察到这个新闻，就是航天科技六月，做了一个发布会，然后发布了三个新的所谓的商用发动机 YF-102、YF-109跟 YF-209。
在这个发布会当中，我看到一个信息，就是中科宇航跟六月签了一个合作的协议。那我想问的是，中科宇航未来打算用六月的发动机，还是自主研发，就是可能利剑三号的发动机？我们目前打算先用六院的发动机，因为六院提供的 YF 系列发动机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发动机，它可以帮助我们加快我们的研制进度，使我们更早的形成发射能力，更有力的去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来进行一个竞争。但同时我们也会保留我们自己研发的发动机，我们自己的发动机也同时也会在研发中。所以其实有点像天兵科技这家公司，他们也是好像两步走，就是先用 YF-102， 然后后续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天火11号的发动机。是的。好，那我们聊一下就是太空旅游。太空旅游是中科宇航2021年提出的一个方案，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太空旅游最近的发展进度？太空旅游，我们今年在年内我们会发射一款近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这同时也是作为我们太空旅游的一个前期的一个验证机，来帮助我们验证整个方案，整个方案的可行性。目前我们太空旅游的方案和我们的利剑系列的运载火箭是在同步进行发展，预计会在2025年进行不载人的试验飞行，预计在2到3年之后会可以进行载人的飞行。OK， 那我还有一个小细节，我看到几个网友提出说，你们太空旅游的我们看过那个模型，它有一点像 SpaceX 的 Dragon Capsule， 那这是你们决定的设计方向吗？还是说这只是目前只是一个宣传资料中展示的一个案例？这只是目前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渲染的一个图形，实际的模型可能会和它有细微的差别，但不会差别很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基本上所有的载人的，包括 SpaceX 的 Dragon， 还有之前的一些载人的一些飞船，它们的外形其实如果从，因为我是做空气动力学方面的专业，如果从空气动力学最优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外形其实看起来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中型的，它外形看起来，但是我们内部的技术是我们全部自主研发的。好，那我现在换到宠物使用这个话题，这是个非常热的话题。我们现在看这边的就是这个利剑三号，明显是可以重复使用这个模型。那我想问的是，你们未来发展利剑三号是希望两步走，就是先做一个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然后就是稳定发射之后再做一些改变，让火箭可以重复使用？我们是打算分成两步，先做不可重复使用的，因为可重复使用的技术其实非常难，就是我们希望先做不可重复使用的，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研制进度，可以使我们尽早的具备发射能力，尽早来去抢占市场。同时我们在不可重复的使用火箭发射的2到3年后，我们会具备可重复使用的能力。好，那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考虑到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就是发展可能是低轨道的或者说月球方面的一些项目？多元化发展肯定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我们运载火箭的研发上面。当然我们对其他的一些包括载货的，包括一些探月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空间上的应用，我们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也在慢慢的不断的积累我们的技术实力，将来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非常愿意去参与这些项目的，我们也非常相信我们的这个技术实力。好的，那非常感谢。好，谢谢。A big thanks to CAS Space and to Wang Ye for accepting this interview. Also, if you haven't already done so, check out part one of this series with my interview of Galactic Energy. As always, a special shout out to my Patreon supporters and YouTube members for supporting this channe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